Hello，新加坡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我是这个叮当。9月10号晚上8点钟，由我跟严爵还有 MP 魔幻力量呢，我们就要来到新加坡的成名在望演唱会了。你们是不是要很期待呢？哇，很开心哦，因为呢，要跟大家见面了。最重要就是那个舞台上就只有我一个女生。哇，三组艺人，大家虽然我们在台下像个大家庭在玩，可是我们在台上就要互相 PK， 因为要看看谁比较厉害。哇，他们比较厉害，就是因为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表演，然后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。那我的部分，那我希望就是有舞蹈，然后大合唱，然后我就穿得比较 sexy， 然后跟着大家一起跟我互动这样子。所以就是希望那一天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的热情，火辣辣的热情。那我们就在9月10号晚上8点钟，地点会在 The Max Pavilion 见喽，新加坡，我们来了。